美丽的海底世界令人心醉神迷，在以色列埃拉特红海举办的海底摄影大赛吸引了130名潜水爱好者参加，除了要拍水中呈现的各种美感，还同时要挑战最多人观看海底大赛直播的世界纪录。来自16个国家的130名潜水爱好者参与了埃拉特红海海底摄影大赛，主办单位的目标是要打破最多人收看现场海底直播的记录。这场比赛通过社交媒体 YouTube 现场直播，给来自全球各地数以万计的观众线上收看。潜水摄影师们角逐多个类别的奖项，其中包含最佳照片奖、时尚摄影奖、年度鱼类照片奖和业余摄影奖。Dive down, sit around, smile to the camera, enjoy the party, and we cover all this with an umbrella of safety. 最后，以色列本土海底摄影师艾尔科恩荣获最佳照片奖，而时尚摄影奖则由日本摄影师曾田希和获得。